以前发明出来的基础型的胰岛素，吼、哦。啊，然后呢，伊丽莎白伫个七十几年前吼，就捌注过胰岛素，所以你免惊胰岛素。伊活到七十二岁，生三个囝，嫁律师，读大学毕业。要死之前七十二岁，搁去大陆佚佗两礼拜，这是属实。十一月十四纪念班丁医师，因为他四十九岁坐飞机失事，所以十一月十四世界糖尿病日啊，所以胰岛素不是歹物件，大家免惊。啊，这支吼、哦、十年前发明出来，十年前这做基础型的胰岛素，因为咱的药啊，食到真崩，你食袂惊，你只要注意胰岛素，啊，大家免惊。阿姨，你讲好注射就惊，咱这嘛啦，咱做阿嬷吼，那孙吼无乖，咱唔好搁甲讲，你无乖。要来叫护士给你注射，绝对莫搁讲这句话。这句话讲到林小姐嘛足惊，我做护士三十年，当初实习的时阵，我讲实在，我对天发誓，对打，阮护士台对打，我昏倒，你们知无？惊到是要惊死，昏倒是真的。林小姐今天很怕打针，可是我愿意为了各位打给你们看。好，这个盖子打开，然后阮先生会给恁领这个做针头，针头哈，这个纸安尼甲捏起来。捏起来，伊沾足油哦，啊，伊沾足油，像头毛遮油，恁会看无啦？其实我目睭嘛是看无啥，对，对，你袂歹，你目睭还阁袂歹。伊个沾足油哦，吼，来，嘿，最新的沾足油哦，比头毛阁较油，吼。然后呢，咱我说要拿标准的，因为那么多人录影，拿这个实在不怎么。必须准备的东西就是。胰岛素哦，基博盖勒，胰岛素，然后刚这个针头，对不对？针头，还有酒精棉球片，好、哦，然后呢，我们盖子打开，酒精的打开放旁边，哦，手要先洗干净啊，我忘记，然后酒精棉片把它撕下来，好、哦，这个就是酒精棉片哈、哦，你把它稍微折一下，然后消毒一下，然后这个可以撕开。变啦，其实凊彩去，去去路边啊，所以你家己买。好，另外咧，恁看一下哈，伊这内面有塑胶灰色的所在，阿姨你看有方，吼，阿姨你看一下，嗯嗯，头前个一点点啊，差不多了0.2毫米中，哎，对，不要紧，啊，就是安尼个白白安尼个藏入去，这个针头安尼个倒咧，安尼个锁啊，就是。水已经在这里面了，有水已经在这里面了，有水，有水已经在这里面了，有水在里面了，啊，所以针头射起来，你了有无？啊，尻川，我拢讲这个做尻川，屁股啦，要去剂量，调剂量，有无？就方便的啊，撑起来，调剂量，给你修一下，调剂量有看到吗？哦，这是调剂量，哦，啊，你转有没有？调剂量，这样就好了，对，调剂量。到八十嘞，嘿，所以不用害怕，这个是很安全的东西哈。好，譬如说医师说我打十就好，我打十就好，好，然后我们盖子就拿开，好，有两个盖子，你看这针孔这里油了，特写一下，别听啦，会惊啦，我说实话，我虽然说这样，哎，这样会不会肉的肚子呢？侧脸，没关系，然后肚脐哈。我拢都做，阮以前阮先生到长庚医院的这边，嘛是住这。对。啊，所以你就爱住。我要等来都拢食药啊。莫啦，因为你报告无好啊。我食药。伊要出血要食。哦，对，你来做模特好了。对对对对，你来当模特，啊，你找他帮你录。来，帅哥来，你先煮。好。啊，边啊只吼，边啊只，吼，就上下，拢会先煮，免惊。吼，啊，你了解吗？这唔好啦，这较薄，这较薄。肚脐的左右，嘿，啊，因为上较无好，这个肚脐顶面较薄，这有较薄。吼，这肚脐袂使哦，肚脐袂使哦，因为肚脐血筋是毋是较侪？对不对？咱较早毋是一个肚脐就是血筋啊，所以肚脐这中间嘛，吼，啊边这两块袂使。啊，拄我整个解说上面好不好？上面很薄，也不合适，就是左右。下面呢？下面也不要没关系，就是左右留下，嘿。好，大腿嘛是会使，会使，啊，唔过因为较早靠人助手，会使，啊，因为运动的是袂使助手，因为我们一天才一次。我最近这里会嘛，会痛，会那个跟那个没关系，打这个血糖控制好，你都不会不舒服。那这个好了，
没关系，我还是会。那请问这个地方是打，是不是吸收比较快？没有关系，就是固定的地方让它吸收速率是一样的。你不要今天换这里吸收慢，这里吸收快，跑步这边吸收，所以都固定的位置。这个好像吸收比较快。没有，这个地方是运动的时候不能打。不管它，你滚动的是，你哪里滚动？不管它，所以现在肚脐盖住有没有？好，那我现在打这个地方哈，阿姨你们看哈，那你可以抓起来会比较不痛，我们怕痛的，捏住会就比较不痛。可是其实不用捏没关系，因为它不痛，只是我们真的会怕。那你就是消毒，消毒完以后哈，等它干，酒精要干，你酒精要干，然后打下去，干了嘛，好，打下去，对，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哈。对，对，爱气开关呢，小孩两位可能爱气开关。你来这搞爱气，因为我是，我是无糖尿病，对，好啦，这是水啦，会使气啦，不过我无想要气，哈。你做喏，要有气哦吼。你倒落去试顶看啦。对，阿姨来，我试予你看，因为。看要几细细的怎样？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也很怕痛。我也很害怕、啊、其实它是不痛的，因为大家都是在怕，懂我意思吗？但大家都很怕、啊、所以我就要做你看目的是说云云愿意为了你们让你们知道这个不麻烦也不痛，懂我意思吗？这心脸还可以的吗？好，来直接来这样，然后就是这样子压下去，好，你打一款哦，阿姨压下去，然后在肉里面，好，譬如说在肉里面要这样压着，压十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然后才拔起来，然后这个老料了。嘿，因为下面呢，来个讲一讲，因为你看我这已经离到底啊，哈，啊到底有水要跟你行，你总袂让我水到底，吼水拔起来，啊结果有水要跟你行，安尼油量会无够，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就简单的啊，九十岁阿嬷因拢在滴学，在滴煮，所以对恁来讲是足简单的，这是好物件，虽然这个手伤。阿不要过年过节来搞我照一下，不可能。结束了吗？这个新型的吗？来，哪一个人要来？要打。